搞什么啊？到底在干嘛？哎，到底有完没完啊？有，这里有美丽动人的哇吼，还有帅气破表的飞碟胖小子，带你一起飞碟有完没完？有完没完？飞碟有完没完？有完没完啊？有完没完啊？欢迎在每个礼拜天晚上六点到八点收听飞碟。有完没完？我是胖小子，我是Waho。首先带来阿斗的新歌《Mirror》。来自于阿斗，收录在他新的第二张专辑中的歌曲《Mirror》。今天来到了六月九号，也是端午连假的第二天。明天还要放一天呢。你现在是不是很让自己有热情的在讲话？有被听出来吗？毕竟你刚跟我讲话不是这个样子。我很努力哎、欸。上礼拜是我，这礼拜换你了。感受到我的热情吗？因为上礼拜其实像我那个时候是脖子的有点神经抽痛嘛。对。那其实看完医生吃了药之后就好蛮多了。那我好了之后的隔几天呢？我就接棒了。对，其实我是从你的落枕接棒过来。然后我又再接一次哎、欸。对。我又落一次。欸、你又落一次。对。哇、wow, 我其实现在还是痛痛的。最近的天气太舒服了，我不知道、欸、很容易落枕。可能因为可能我最近运动暖身没有做好、哦、不晓得，反正就落枕，然后隔没两天我喉咙突然开始痛。哎呦。然后就去看医生，医生说、啊、你扁桃腺化脓了、欸。哎呀，那么严重。怎么这么快？就非常的快，是我的这次的病程。哇。但没有发烧什么的。那至少还好没有发烧。但整个身体就是一直觉得夯夯。就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你可能那个体温量出来都没有发烧、但身体就是一直觉得夯夯。我大概懂，因为我假如说有点不舒服的话，其实我的耳朵会是很烫。Oh, 我是从耳朵开始热起来，大概脖子吧，啊、脖子有时候也会，额头脸、啊、尤其是你不舒服睡觉睡醒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整个就有点热，像你像说的夯夯的那种感觉。对啊，我唯一有一个很不舒服，真的知道啊，我一定出事，真的是我确诊的当天哦，前一天晚上，嗯，我记得那个时候电击屋还开着，然后前天晚上我就不舒服，嗯、我还没去开店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不舒服，嗯，所以那一天我就先跟大家说，因为我不舒服，所以我就是先休息，先任性的就关店这样子、嗯、休息一天，嗯，还好我那天没有去，嗯、晚上我就觉得身体就有点不舒服，嗯、开始有点。全身它的酸痛感并不是肌肉酸痛，就是刚开始有点就没有力气，对，无力感很重，不对劲，对，晚上会觉得这样子、嗯、然后晚上就还没什么事，一大早起来完了不行，头开始晕，喉咙开始很痛、嗯、全身就是无力这样子，真的，然后一量就是哇，直接很清楚的两条线，然后哦，直接快筛，对，那一次是我最有印象深刻，我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嗯，就是那个样子，嗯，对，所以我觉得 COVID 的那个确诊，你整个不舒服的那个病程非常的快速，嗯，可能一开始觉得哎、欸、好像有点不对劲，不对劲，就开始招架不住，对、嗯、对啊，所以在这个天气，尤其是、嗯、虽然现在已经夏天了、嗯，很多人可能开始慢慢的会开冷气、嗯、开。电风扇、嗯、那这个时候呢、嗯、加上最近的天气气温其实都是在21-23度左右，我觉得其实上礼拜很冷、欸、对，其实蛮冷，我现在其实在录音的时候我是穿长袖的，然后长袖长裤，我今天穿长袖来，对，因为加上我之前神经抽痛的时候、哦、我就觉得说我一开始是觉得说我是不是没有保暖好，然后让我紧绷、哦、所以造成不舒服，所以我现在会觉得，对，我现在会觉得我宁愿稍微有点流汗，稍微有点热，因为热至少可以脱，对，可是我冷，我没有办法临时加衣服这样子，嗯、所以我现在宁愿觉得我稍微热一点点、嗯，我也不要让自己冷到。你看我裹成什么样子？对你现在整个是裹着毛毯，你穿长袖，然后又有个毛毯。对啊，但我必须说，那个毛毯真的蛮好用的。我记得之前在无印良品，哎、欸，不是在 Uniqlo 好像有卖过这一类的。我这件是 Uniqlo 的，它就是。两用毛毯嘛，它就是有扣子可以扣起来，让你可以当做披肩使用。没错，我之前我记得我好像也有一件，嗯，但我忘记我丢到哪里去了。但这个真的很好用，这件用好久。然后其实我前阵子在无印良品也买了一件，哦，我买两件。是那件我看到很像羽绒外套的那个，就是我们的音控大哥说你衣服真的是这样穿的那件吗？是不是看不懂？有一点，有点看不懂。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也有点讪笑他，他想说：“天啊，怎么会有这种东西？谁要买啊？谁会买这种东西、啊？”殊不知这个东西就一直留在我脑海里、留在我的心里。然后你就买，我时不时就想到他，你就买了。然后等到我下一次又去逛街的时候，又看到他，我觉得突然灵机一动，被打中。它好像蛮适合在我们办公室里面用的、欸。对，其实因为其实这个毛毯是有点重厚重、哦，但是那个羽绒披肩超级轻便。哎、欸，可是没有什么感觉。我要是我的话、嗯，我会比较喜欢厚重一点的，嗯、就是可能在睡觉的时候会有点包覆感的感觉。对对对，我刚刚睡觉的时候也是把它拿出来，但是平常你就是披着那个羽绒披肩走来走去，真的。嗯，很轻便哎、欸，而且尤其其实年纪慢慢的变大，慢慢增长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做保暖这件事情很重要。对啊，因为有时候其实我有时候骑摩托车经过一些国中、国小、高中前面，就会看到、嗯、其实冬天的时候或秋天的时候，大家还穿短裤，嗯，然后没有穿外套，嗯、我说哇哦，他们怎么有办法抵抗这个寒冷的冬天？一个叔叔视角，对，现在就是尽量让自己能暖就很暖。以前就会觉得，其实我以前有个观念，我不知道为什么，嗯、我会。觉得穿羽绒外套或羽绒背心很丑、嗯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觉得就是可能你不好搭配或不好看，对，现在完全不会，我现在只要暖我什么都好，我只要能让我保暖，只要能让我在骑车的时候能感到温暖、嗯嗯，再怎么丑我都穿得下去、欸。真的、欸，我上礼拜有一天骑车，然后骑一个路口，我就觉得啊，不行不行不行，太冷了太冷了，我立马下车把雨衣穿起来。对对，我现在会觉得绝对不可能做这种事。我现在就觉得说，其实天气冷穿雨衣或者没有下雨穿雨衣超奇怪的啦。可是真的超冷的。对，然后加上我以前其实会觉得说啊，其实就算淋一点点雨应该也没关系，就是可能假如说我穿着一些防水的外套好了，嗯、我都会觉得啊，我淋一点点雨没关系。嗯，我现在没有，我现在只要看好像快下雨了，我马上就穿，我现在马上穿雨衣。加上我以前会那么不喜欢穿雨衣的原因，是因为要晾很麻烦。对，有时候你没有把它晾干，它会发出就有一个潮湿的味道，臭臭，雨的味道，尤其是在袖口这边。哦，因为袖口这边有时候是魔鬼毡。哦，所以它有时候水湿、欸。对，然后尤其它会做一种就是
他会在袖子这边，再做一个里面再垫一块布，让你避免就是你的水可以会直接渗进去。可是呢，那边就很难干。对，那边就很难干。所以其实我有一阵子很不喜欢穿雨衣，是因为我觉得这边很臭，手腕这边会就是我穿完之后，我的衣服可能就会沾到那个味道这样子。哦，该换了啦。自从我把它翻过来晒干之后，我就觉得好爱穿雨衣哦。有一点点就觉得哇，没味道哎、欸，是狗吗？没味道哎、欸，没味道哎、欸，真的没味道哎、欸，好棒，好温暖哦，就觉得哇，穿雨衣好棒哦，我好喜欢穿雨衣哦，呀呼的这种感觉，对，真的耶，讲到真的跟年纪有点关系，我觉得有、欸，我觉得有开始一些没有包袱，我还没有讲完，我刚刚那个披肩哦，披肩，我不就买了一个回家吗？对，我本来是想说要带来这边用。我舍不得拿来，太好用了吗？我在家里就是披着，然后滑手机或用电脑都超方便、啊。后来我就买了第二件。照你这么一说，我之前住外面的时候应该也要买，因为我之前住外面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也没有买除湿机，从录音一直到现在，一直说要买除湿机都没有买除湿机的我，没错。然后就会裹着棉被或干嘛，可是棉被就很厚重，对，就会容易滑下来，是干嘛？你还要一直在那边拉啊，对，很 K 或干嘛的，那个完全不用，那个也有扣子，对对啊，就很方便，甚至还有口袋，很方便，有口袋的、哦，还有口袋啊，就手也可以这样放着，手可以插着，或是放手机啊，哦，真的很方便。现在的人手机是不能离身的，你不知道吗？啊、这的确是啦、啊。对，刚讲到狗、就突然又在讲到，就是突然来个追剧周记。你现在是在追迷宫饭对不对？对，你现在已经看到了他们遇到的法灵、对不对？不敢相信啊。对，但我必须再重新声明，第二季真的好看。不管是 我强烈怀疑他有换作者还是换什么、欸？没有没有没有，编剧吗？可能那一段而已。那个风格骤变啊！因为其实他们到第一季结束，好了，我相信大家其实都有看到第一季的，我就直接讲了，反应到后面变怎么样子？对，好，以下我爆雷哦。所以如果你听到这边，你觉得你还没有看《迷宫饭》，你现在你也很想看的话，大声唱一首歌，唱完我们就讲完了，或者是啦啦啦啦啦那一种，对对对对对，你就拉个五分钟这样子，好，开始。法林呢？其实因为在他叫什么马鲁西鲁的黑魔法之下，他一开始复活了，复活了。可是他被狂乱的魔法师，其实他是复活了一个灵魂，然后那个灵魂被附着到一只，有点像算鸡吗？半兽，一只一个魔兽的身上了，所以他就是有鸡身，对，有鸡身鸡脚，很长的尾巴，对，就是一只很奇怪的生物。对，但是他的上半身就是法灵的身體，就是法灵上半身。所以大家就说啊，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魔物？对，然后他就跑走了嘛。所以到后面呢，他们又遇到了这只名叫法灵的魔物，然后就开始打了起来，这样子。到后面呢，又恢复原本的画风了。真的吗？对，后面有恢复原本的画风。我其实有点想说，我要不要先停在这里？我有点害怕。还好，还好。因为你有看到我在看的时候，我真的是不敢无法动弹呢、欸。我想说，天哪，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就是看到你的那个样子，我想说，哦，你看到这边。天哪！我那个时候看到我也吓，这一段的剧情，其实我看到后面我也有吓到，因为他对于人类的脆弱这一块，我觉得描绘的太明显了。真的是一个踩啪。人就死了、欸，对，一个踩下去人就死掉了。对啊，就好脆弱。对，不是感觉应该是那种小角色，都是刚刚有台词的人呢。对，不是感觉应该是要就是躲避或者是一下踩一下，他可能起来，还要挣扎一下、这是动漫呢。对啊，结果殊不知啪没了。啪没了，那个梗图就出来，就是真的啪没了这样子。对，不过到后面呢，因为他们有击退了法灵。到后面，其实他们还是要继续深入去找，就是狂乱的魔法师跟法灵、还是希望可以把法灵解救出来。对，所以后面又有继续一连串的冒险。我现在看到那边后面还有几集啊？我其实没有看到，其实蛮长的、欸是哦。你是打完了吗？他们打完了，就是法灵逃走了。法灵逃走了。后面还蛮后面还蛮多有趣的。继续吃米宫饭吗？有继续吃米宫饭、哦，后面很好笑。我跟你说，没有吃的话，我真的会觉得这已经换了一部。你应该看到第16、17集吧？差不多，差不多。18集超级好笑哦，你一定要，而且会笑到不行。因为我想说，米宫饭就是要来配饭，轻松的动画。对对对。然后我昨天就是吃到一半，我完全看到不得动弹。
对，十八到底是怎么展开？十八集会让你觉得说哇，恢复了迷宫饭，然后、哇塞，什么鬼啊？然后真的很好笑。然后到后面其实也会讲说每个人的身世，对对对，因为现在角色越来越多，对，也会讲到神系。先熙的身世，对对对对，他到底为什么会一直待在迷宫里面？对啊，对，就是大家会去，他们会稍微讲到说，为什么先熙会在迷宫里面？为什么他这么会做饭？为什么他这么想要吃魔物？对，之类的这一类型，都会在后面解，就变温馨，有点会有一点点小温馨，可是还是有无厘头的存在。那我就放心了，我觉得很赞，好，我真的继续追下去，我真的蛮喜欢的。好了，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先听首歌，先听桃子姐的歌好了。好诶、欸，离开我，桃子姐的演唱会呢，即将在6月29号风桃秀，那即将要演出了，那票剩不多了，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要赶快去买票哦。我已经买好了。我把你的电话从手机里消除了，我把你的消息从话题里减少了，我把你的味道用香水喷掉了，我把你的照片用全家福挡住了。
事都难一点。风来了，云就会少一点。你走了，我住在雨里面。离开我，你会不会好一点？离开你，什么事都健康公布栏。好的，欢迎回到飞碟有完没完。我说好，我是胖小子。你现在很紧张吗？对，因为有点难拉。虽然我们已经回到了原本的录音室里面了，对，好开心哦。对，然后就是要开始要熟悉原本的器材，嗯，要花一点点时间，嗯，对。好，我们有一个小小的资讯要跟大家讲，小单元，对，来到了我们的健康公布栏。有的，对，那因为肺结核这件事情其实对于大家来说都是一个蛮严重的病啦，嗯，对，那所以呢其实要战胜肺结核，加入潜伏肺结感染预防治疗是非常重要的。那像接触者啊、新住民、长照机构的住民、那洗肾以及糖尿病友都可以免费的抽血跟筛检、嗯、那筛检阳性可以接受预防治疗，大幅降低发病的几率哦、嗯、那这个节目这个广告呢是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是的，其实我觉得这非常重要，假如说你是这一类型的接触者或者是新住民，刚刚讲到的长照机构的住民、嗯、都可以去抽血去检验，对，那如果你有一些担心啊疑虑啊，其实也都可以到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打电话询问、嗯、或者是什么的，其实 对于自己的健康，加上我们前阵子那么常生病、嗯、对于自己的健康真的要多多注意一点，就是真的不是只有 COVID 是病，对对，其实很多的病毒、很多的细菌，大家都要注意。而且真的只要是一点点的小病，可能都会要人命。嗯，真的啊，双牙。所以呢，大家就要多多注意啦。没错。好，这一周呢，这一周其实我在进行一件事情。什么？其实因为我以前在学校广播电台实习嘛、嗯，所以到了出社会之后，我也到了电台工作。嗯，那所以呢，以前助教呢就会来问我说，就是，哎、欸，你可不可以来帮忙当评审？学长学长，你可以来当评审吗？对，可以来帮我们的小朋友们他们做的节目来当评审吗？给点评语，给点建议嘛。对，然后所以呢，他们总共在这个学期，他们是这个学期、嗯、做了有十个节目，嗯，所以我十个节目呢都从头到尾的很认真的在听他们的节目，这样子每一集吗？每一集，我几集不敢，一个节目几集？一个节目就一集，哦、他们丢出一集来的，对对对。我不敢快转、嗯、因为我怕快转了会少听到什么东西、嗯、让我没有办法好好评语、嗯、我连认真的评审了，我连歌都把它听完、欸嗯嗯、他们介绍韩语的歌我也把它听完、哦、不可思议啊。因为我会想说啊，他们会不会有跳过的瞬间，他们会不会在中间有讲什么话、哦、对，我会觉得如果错过了然后给了错的评语的话、嗯、我会觉得啊，这样子 很可惜，就是没有听清楚、嗯、然后我每次在听的时候啊，虽然像大学生他们刚接触广播刚、嗯嗯、接触这种 口说训练的时候、嗯、都会有一些小小的通病。什么？他们很常会像接话，像我们两个其实默契够、嗯、我们接话 就还蛮顺的、嗯、有时候可能会偶尔会抢话，但那个抢话我们都知道要让谁先讲，这样子。對，他们很常会用没错是、啊、然后 用这个来接、哦、所以一整集下来你就会听到非常多的没错是好的这一种，就觉得、嗯、哦，
蛮可很青涩，很青涩，很可爱。然后这种时候就会稍微写一点，给一点评语，这样子就是有时候偶尔啊，一点点空白是没关系的，嗯，不用每个都硬要，对，嗯，对，或者是你可能用一点哦这一种的，嗯，来带点气氛，就可能让人家知道说哦，其实你可能要讲话了，嗯，就会用这种方式来拉回你想讲话的那种，是彼此的默契，对，其实就彼此的默契，我觉得其实就是。蛮听他们的时候就觉得蛮可爱的，嗯，然后可能在一些音档的操作上面，不管是声音的飞音飞奥啊，或者是歌曲的飞音飞奥或进的点，嗯，有时候就会觉得哎，好像有点突然，然后就在评语写的，哦，就会在评语上面写说，如果可以再做多一点淡入淡出的话，会更好哦。你真的是个很认真又很友善的评审呢。我很怕会伤到他们，你知道吗？就是，应该是说，就是对于做广播的人已经不多了。哦，如果你知道我这样的心情，如果我们再给他很大的胆，而且我就想说，学生其实就有犯错的，当然了，当然犯错的，嗯，算能力吗？机会。容忍度要全力，他们其实就是要犯错才会成长，对，啊，就会觉得说你犯错没关系，嗯，我就给评语这样子，嗯，然后给，如果你们能怎样的话会更好哦，嗯，怎么会更好哦？就是，嗯，你会把第一个就是说，有时候真的会有那种想法说，怎么会这样？可是你要用不同的想法把它转换过来，爱子心切还是什么什么的感覺，有一点像的感觉，有一点像的感觉。你有回想起以前的自己吗？对，我就回想起，哇。我以前做节目有这样子吗？我以前有，不敢听。而且我发现啊，我们以前做节目的时候，其实，在我们那个，在我们那一届，我们很喜欢做音乐类型的节目。嗯，我们做了很多华语金曲，嗯，西洋排行榜，嗯，韩剧，嗯，然后像我是做独立音乐的，哦，但我评的这一届全部都是谈话性的。哦，全部都是谈话性，有点像 podcast 这样，都在聊天，全部都是谈话性的来聊天。对，但我觉得他们很厉害，他们五花八门都可以聊。嗯，他们可以聊 MBTI，嗯，他们可以聊感情观。哦，他们啊，有一组我觉得很厉害，嗯，他们在聊剧场。哦，他们聊剧场，真的啊，舞台剧。我觉得这个要特别讲出来，嗯，他们。剧场的第一个小单元是他们是因为有两位主持人，嗯，一位主持人比较熟剧场，嗯，另一位比较不熟，嗯，所以他们就等于是发问這樣，对，他们就用比较熟的主持人，嗯，他就写了一些像第一单元，他就写了一些剧场常用的专有名词或代号，嗯嗯，他就让不熟的抽，哦，抽到这个东西，這個，就是哎，欸，Q 点是什么，嗯，然后或者是马克是什么，那你先猜，哦，那你猜不出来说哦，马克其实是他们在走位的时候有个交代叫做马克这样子。我听完之后我觉得哇塞，这节目好厉害，你有长知识，我有长知识，有，对，而且他们第二个单元，其实因为以前做节目非常喜欢做单元。对，小单元就是各种单元。对，他们第一个单元就是做，就是带大家认识剧场的行话。对，然后第二单元呢，他们在介绍剧本。哦，他们经典的对两位主持人，他们读了一起读了一个剧，他们没有读本，他们只有讲几句话，哦，就是会跟大家说哦，他们这一个剧本里面有十二场戏，嗯，第一场大概在讲什么，第二场呢，嗯，他们这次读的本是我记得是文学奖的，好像应该是台湾的，叫《Dear God》。嗯，对，然后就是在讲，然后他们其实我听得出来，他们有很认真看完这个剧本，嗯，然后他们对于这个剧本做了分析，然后做了探讨，嗯，看完之后会让我想去看这个剧本。哎呦，我觉得很厉害，不得了。然后第三单元他们就是介绍近期有什么好看的舞台剧、音乐剧啊什么的，嗯，我觉得很厉害，还不错哎，欸，这个听起来架构就蛮厉害的，听起来是很有热忱，跟，嗯，他们听起来就像是他们有资讯，然后但他们不是照稿念，嗯，他们是吸收了之后再用自己的话讲出来，这个很不容易耶，很厉害耶，对啊，我觉得以他们这个年纪可以做出来这种类似的节目，嗯，就觉得哇，真的很厉害。而且我又想到啊，你说的现在做广播的人不多了啊，这必须是看舞台剧的人也不多了啊，然后居然好感动，对啊，然后他们居然会用这个主题，然后来做一学期的节目，嗯，一学期大概是算八到九集，对，差不多八九集，就觉得哇，很厉害耶，很厉害，真的不错，不错。然后还有做什么的？嗯，现在突然偷偷看到你在看海龟汤哦，对，他们在广播上面玩海龟汤，蛮有趣的，好像蛮好玩的。他们就是一开始就先，其实他们的海龟汤并没有我们想象的，因为我们玩海龟汤其实很可怕，你知道吗？对啊，
什么不是谁死了，对对对，就是、什么谁手断掉了，然后在地上爬，然后所以才会有牛吃草的声音。你有玩过那个对不对？牛吃草，怎么墙上为什么会有血迹啊？是谁写的啊？对啊，然后说我牛吃草那个，我真的是原来是那个人用嘴巴去咬那个草，哇塞，这太猎奇了吧！不过他们呢，其实就把一些童话故事，稍微结合了海龟汤，稍微改编了一下，没有让它那么可怕。但他们其实我听的那一集，他们是在探讨说童话故事对于小朋友的影响力。对，因为有些童话故事是对于以前来说，其实有像是伊索寓言。那很多人也其实在说伊索寓言其实不太适合小朋友看哦，因为它有些东西是太大人的东西，太不适合小朋友的东西。所以这些东西呢，到底适不适合给小朋友来看，或是一些价值观其实已经有点不合时宜。对对，所以这一块呢，就他们在探讨的。那我也蛮期待，就是能听到他们其他节目。对，我觉得其他集的节目就蛮有趣的，所以就觉得哇，现在小朋友跟我们想的都不一样，就是不要把他们当小朋友了。对，他们还有在做就是菲律宾的文化。哎呦，对，就是不管是他们、欸、从我听的那集从国歌开始聊到历史，聊到语言。哇，那因为菲律宾被西班牙统治过，那为什么他们流行的是英文而不是西班牙文？哦，对，就是听一听，还有饮食文化、啊、什么的。对对、就突然发现，哎、欸，其实我听这些东西，我是可以长知识的。就觉得哇，有收获，他们很厉害，不错不错。所以我现在在做节目的时候，我都会尽量让自己觉得说，我的飞鹰奥要，我的飞鹰号要做好。我居然都已经光出一张嘴，对，我居然都已经当做人家的评审了。那我做这些事情，我就是不能让自己，我就是一个榜样。欸，他们会知道评审是谁吗？我会在下面签名，就是会知道是谁评了，可是他们可能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哦，只有看到你的名字。对，有可能，可是因为他们毕竟，这个是什么奖还是什么比赛吗？哦，因为我们在每个期末的学习都有一个叫金带奖。哦，那他我们每一个制作组，我们每一个节目制作组，我们都会拿我们的五个东西出来比赛。那是节目，然后还有公益广告，节目广告，然后还有台呼，跟 Jingle。就是报时这样子，对，然后还有个人奖项是新闻播报类型的。哦，这个也可以报。对，然后还有像刚进来的小助理，他们会有一个个人的小单元奖，就录个五分钟的小单元这样子。对，就有这些奖项可以报。然后一开始可能会先是内部初审，可能一些比较大四经理级的可能会稍微初审之后，再送到外面的评审，就是有在接触广播的一些学长姐们，他们会业界的，然后就帮忙评这样子，然后他们再收回去，然后再做评分，好认真哦。对，然后在最后的时候会颁奖，然后就是前三名，然后什么的这样子，对，蛮好玩的。非常的完整，蛮有趣的。对啊，我以前做节目就是为了要得奖，真的哦，我就是为了要拿到最佳节目奖。难怪你还得金钟奖呢。没有啦，没有啦。其实我就觉得，好了，也是啦，也是啦。我想把你录下来，而且要报就要得奖嘛，对不对？对啊，就觉得其实以前对于这些东西的执着跟热忱还是有在的。我觉得我做节目就是一定要得奖，一定要拿到奖项，真的很追人。就是会把它规划得很好啊，有点像是我很 P 啊，就很佛系哦，很随缘。我觉得对于有些事啦，这种事情，我就觉得我居然都努力那么久，那我当然是要拿奖。那也是不错，得奖啦。就是我做了三个节目，都刚好有前三名哦。对，我有一个就是跟 TY 一起做，就介绍独立音乐，然后我有做过介绍中国摇滚乐的，然后也有做过就是介绍各大音乐季。世界各大音乐季的这种节目这样子，对，就觉得哇，以前就是好喜欢这些东西，就觉得很有趣。会不会我们大学的时候其实就交流过啦？有可能。你们的交换节目有在我们这边播吗？我忘记我们那边播的是政大还是哪里的。淡江应该可能有，应该都有吧，应该有。但我不知道说那个时候还不，那个时候才不会管其他电台来我们播什么。真的。但搞不好我们其实隐约已经有对接触过。我们隐约哎呦缘分啊。对啊，所以我就
现在听完就觉得，加上因为现在 Podcast 盛行，对，大家开始听的都是谈话性节目，所以音乐性节目的东西就开始会变少，反而变少，反而变很少。以前真的是音乐是最多的，对，以前音乐最多就是你可以播你自己喜欢的歌啊什么的。可是现在大家小朋友的想法会不一样，就是啊，我可以在节目上讲我想讲的东西，对，就是可以分享给大家。我觉得那个世代的感觉已经不一样了，真的有差哎 ，Oh my god， 好可怕，你知道吗？而且今年的金钟奖其实已经可以拿 Podcast 去报。哦，对对对 对, 对，有新增奖项，对，很期待今年的名单，对，会期待今年入围的有谁？而且刚刚讲到，就现在小朋友跟我们以前不一样嘛，因为七八月呢，飞碟会迎来实习生，七月两个，八月两个，现在觉得玩的会不会有落差，会不会有对，会有代沟，好可怕哦。Oh my god， 好可怕哦！因为去年是雪莉嘛，所以就是一个很活泼，超级活泼。对，因为我前几天在整理东西的时候，我就翻到他就是写给我的卡片。哦，对，因为他最后的几天我刚好去大陆，就我去中国玩，就是刚好没有遇到他结束的时候。对，对，然后就回想看到他的照片，就哇，那个时候虽然蛮好快，怎么过一年了呢？对啊。虽然蛮累的，但也是希望说他可以在我这边学到一点东西。对，今年就应该是继续抱持着这个期待感跟一种为使命感的来带实习生。应该断句要分清楚。对，我超紧张的、欸，真的。我因为今年的实习生的所有从接洽报名那些，全部都是胖胖一手包办，从零到有，从那些文章的文件的构筑，我到处去问其他电台的朋友们，问说，欸，不好意思，你们实习生都怎么找的啊？我们以前好像没有找过，就可能断掉很多，因为我们助理也问我说，就是欸，为什么飞碟今年又有开实习生的名额这样子？对，那其实因为我们实习生名额呢，其实目前是都只对于一些大学的大二大三，那是学生来做招募啦，这样子。对，那明年不知道会不会有。那明年就是再看看。那今年就是就觉得，因为去年的雪莉就觉得，欸，其实还不错。那今年就是想再试试看，希望可以多一点喜欢广播的人来。真的。对，从我一开始知道的时候，我就开始紧张，我说我要教他什么，我要干嘛。然后我骑摩托车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说，我要怎么教，我要怎么要让他做些什么事，对，要让他做些什么事情。而且一次来两个耶。对。好怕有把人晾在旁边的时候，可是我就觉得他们两个应该可以玩在一起，应该是我才找两个哦。我就觉得如果一个的话，欸，一切都不知道。如果是两个E人就好了。我希望，对，两个E人不一定啊 ，I 人可能也是，不知道，欸，I 人是比较默默的吗？就是会有点比较内向一点点，我不知道啊，我的想象。好，那就只好拭目以待，拭目以待。好，再来听一首歌，来自于顺子的《写一首歌》。顺子，最近顺子真的是好期待哦！一听到金曲奖会出现顺子，大家整个发疯，真的是炸锅哎！居然可以在有生之年看到顺子，怎么可能还会有机会看到他呢？对，好了，现在听这首歌，听完之后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回来。飞碟有完没完？我是胖小子，我说吼。
欢迎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飞碟有完没完，我是胖小子，我是欧。最近大家开始慢慢沉迷在 Thread 上面了，它真的是建立起一个新宇宙的感觉。因为 Thread 其实它是，我记得它是 Facebook 跟 IG 就他们是一起的嘛，我记得同一个集团的，所以其实你在滑 IG 的时候，它会有时候它会推荐你，对，它会推荐你有新贴文，蛮好笑的，就点进去这样子。对，我看最近也慢慢的有一直在看 Thread 的迹象，我啦，我也是这样子。然后我朋友就传给我一篇，我觉得很好笑，就有人上面写说他在某一间 KTV 唱歌，他跟店员要了四个骰盅，那拿来的时候呢收了200块，他就说现在 KTV 这个也要收钱吗？他很认真的问说，因为他本来只是想要借骰盅而已，但可能店员以为他要买，所以他就收了200块这样子。所以那个是可以带走的，应该是。但是呢，我觉得好笑的是下面，大家说呢，有一个网友就说，上次跟先生的朋友去了好乐迪，买了一本菜单150块，一本菜单还开发票，要干嘛？而且呢，更好笑，下面的人有人留言说，我买过马桶盖、沙发、荧幕、冰块桶、厕所门、直立式麦克风跟骰盅，是喝多醉，应该是。而且呢，其实大家，而且。就掉出来说，其实大家就开始知道说，哦，原来 KTV 这些的价钱大概是多少？对啊，从没想过。有个网友就说呢，他买过 VMix 的萤幕是15000，然后还有马桶盖是3000块的。然后他说，我朋友还买过 KTV 玻璃5000块，水龙头12000。什么叫做 KTV 玻璃？就可能是桌子的玻璃或者是什么的。对，然后就说好贵哦，然后就说哇，唱歌代价，他怎么那么厉害啊？对啊，然后还有说台中钱柜楼下的大厅花瓶一组是22000。哇塞，精准报价，这些人到底是喝到多醉？多醉啊，才会是这样子？对啊，对，然后还有说，然后在钱柜买过就是点歌的机台机柱，那是2000块。对，到底是怎么弄的呢？对啊，然后还有他说超级巨星的沙发是29800块。我觉得哇塞，这些真的是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我从来没有想过说 你顶多会拆他的那个麦克风罩嘛，对，或者是吃他的喉糖，大概就这样了吧，消耗品应该就这些吧，对、啊、就这些东西大概就这样啦。对啊，想说居然有人会顶多开瓶费什么的，对，开瓶费可能多少钱，就大概知道说、啊、哦，这些价位可能就是这样子。对、啊、其他的就是你 menu 上点得到的东西，对，这样但可以吧，竟然这些东西也是会有价钱的。对，真的笑鼠欸。然后还有人说那个10000多块呢就可以成为门的主人，888的门是我的。上面有名字吗？有名字吗？对，可能是就是大家推挤，然后撞到整个门坏掉这样子，所以就是888，然后赔了可能10000多块或干嘛的。那个数字，我想他这辈子都不会忘记。哎、欸，发发发、欸，真的、欸。然后就有人说这个是 KTV 的装潢大揭秘。对，我觉得哇，这个真的好有趣哦，而且有人买了。18000的大理石的桌子啊，到底是大理石桌子要怎样用坏了？到底是怎样弄坏的啊？到底？而且你那个是坏到人家看得出来说你要赔的那个程度、欸，对啊，你不是稍微靠到一点点边角，或者是怎么样的？对啊，哇，怎么弄的、啊？有人说新据点的马桶是8000，电视8000，马桶8000，电视6000，上面再转那颗球600。那个桥那么高哎、欸， wow, 要怎么弄到、啊？你到底是怎么玩的？玩成这样子？大家去 KTV 真的是很疯、欸。我没有玩过这么疯的 KTV， 我也没有哎、欸。我其实最近玩过比较疯的 KTV 是前几天跟夜光奶奶，还有古亭蔡依林，还有兰德，他们去 KTV 这样子，好吃吗？吃的话还 OK， 还可以，因为是全新的一间没有去过的店。但是呢，我觉得比较惊艳的是古亭蔡依林。他自备道具，他自备服装，他自备服装，而且他是在那个西门町附近的 H&M 换好、哎，然后过来这样子。哦啊、他是着装前往哦。而且他的着装呢，他利用了电台的气泡纸跟长尾夹，做了一个Jolin以前的衣服。就Jolin有一个衣服也是用气泡纸做的，他学Jolin做那一套。Jolin是气泡纸吗？有一件是用气泡纸做的，确定做的很漂亮，做的、oh. 你可能看不出来是气泡纸， oh. 但非常漂亮，非常厉害。所以他就完美复刻，完美复刻。哇塞！哇哦！哇塞！太可怕了吧！真的有生之年一定要跟他去唱一下歌。对，我们已经开团了，之后可以约，拜托，就要飞碟好声音这样子。然后呢，也见识到了，因为其实我没有现场听过，除了在尾牙的时候听过兰德唱歌之外、我没有现场听过兰德唱歌、因为他之前那次表演的时候，专场的时候我在打工，我没有去、
对，然后所以就听到蓝的现场，他几乎每一首都会唱，嗯，不管是现在很红很热门的，可能像抖音上面热门的歌曲，嗯，或者甚至到比较旧一点的，甚至台语歌什么歌，嗯，他都会唱，嗯，他唱那些歌，我就问他说：“这是你以前比赛的歌吗？”他说：“没有没有没有，他没有比那个。”好厉害，很厉害啊，真的很厉害，对，很会唱，对，真的，我觉得这一次就是古亭蔡依林让我大开大开眼界，好惊艳啊，完全接受。原来 KTV 可以玩到这样子，真的耶，我们之前都太认真唱歌。还有 Rebecca， 古亭 Rebecca， 古亭 Rebecca， 他真的是也是。昨天有喝吗？他们喝一点点，因为我其实我不能喝，嗯，但看出来大家都玩得很开心。所以其实，在 KTV 呢，大家除了喝得开心、玩得开心之外呢，嗯，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安全，还有那些物品的安全。物品安全，不然你的荷包就很危险哦。对，那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些东西还是要不厌其烦的一直提醒大家，嗯，这些东西真的要注意。重要。对。好的，那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也差不多，我们现在听雷光下的新歌《歇业的海水浴场》。听完这首歌之后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回来第二个小时的飞碟。有完没完？我是胖小子，我是我吼。我站在歇了的浴场，海浪呼啸着，风卷起了沙，夏天喧闹的人们都离去，在远方那一麦中，仿佛看到你忧伤的面孔。
義よお前は今なんと清々しく透明か澄み切った顔して今日も視線を奪うだって僕らは絶えず正義を忖度してる臆病者だろう無双家でもあろう分かんないねえみんながみんな好きな人に会って宇宙の端と端でそうとても祝えてくれ欢迎回来第二个小时的飞碟有完没完我是胖小时带来的歌曲来自于追名林琴收在新专辑当中的人間都是的很磅礴的追名林琴人間都是的其实最近呢飞碟在节目当中一连串这两个礼拜呢其实大家都会听到我们在帮助飞碟帮助花莲的一些商家们然后希望可以推广他们的一些农特产品、嗯、或者是对农产品跟特产品农特产品农特产或者是伴手礼等等对对对大家乍听之下会觉得好像我们帮他打广告还是干嘛的它是真的都很好吃、我必须说真的很好我其实老实说我必须说我有点眼光太狭隘了、我就觉得花莲能有什么不就是阿美马吉吗不就是马吉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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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好啦最多可能奶油薯条对对就这个嘛、但是我必须说这一次送来的东西好多都好好吃都好好吃哦对像我们前几天飞碟午餐有介绍的马吉包、它就是里面是海绵蛋糕、然后还有像花生酱、然后旁边是鲜奶油、外面是大福的皮对好好吃哦真的好特别哦它冷冻起来你拿出来稍微解冻一下下就好、你切下去它里面是冰淇淋的口感哦因为你的鲜奶油稍微冷冻之后它会有冰淇淋的口感对觉得感觉很好吃然后阿美马吉其实它有很多口味那天我吃到一个黑天使巧克力的马吉、黑天使巧克力它里面就是听起来很邪恶有点像那个叫什么金沙的里面所以你咬到那种脆脆的口感、就榛果或者是什么的对对对然后外面的那个巧克力粉很多、就很像在吃脏脏包的感觉啊很好吃、那个真的
喜欢。对，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看，就是我们这几天的直播，嗯，然后就是像非常多，不管是生活同乐会、飞、碟早餐、飞碟午餐，然后有一点，嗯，然后还有青春永远不会老，对，青春永远不会老节目当中、嗯，其实都有非常多的东西。就是飞碟联播网的官方脸书也都有详细的图文介绍，对，而且我觉得很温暖的是，我们发了这些文之后，商家们都会来留言啊，有有，我有看到，就是、说啊，谢谢飞碟挺花莲啊什么的，我就觉得哦，那个双向的互动是非常的温暖的。对，所以呢，嗯、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其实也我们去争取了一些，我觉得我们可以来玩的东西，本来没有被分配到，因为他们觉得我们没有开影像，我还想说，还是就为了开影像啊、算了算了，我们还是保持一点神秘，虽然我们已经没什么神秘感了。对，我们现在面前呢有非常多的茶包，是的，这些茶包呢其实都是花莲的小农们他们自己种出来的茶叶，然后所制作出来的茶包，有非常多不同的口味，嗯，像是有柚香，然后有土肉桂，嗯，然后有蜜香红茶这一类的。嗯、我觉得最好奇的是。刺五加茶，刺五加吗？刺五加是不是广告很常听到那个什么气锅咖？刚洗哪里的广告会有气锅咖？就是一些补品啊、嗯，还是什么之类的，我不知道，好我对它不是很熟悉。你闻闻看，我们现在开的这个呢是刺五加茶，哇，好草本的味道。对，其实刺五加茶。它里面主要有一些糖分、氨基酸、脂肪酸、维生素、微量矿物质跟多元营养素，然后它可以有一些，它可以调整体质，然后健气补力。它这个茶包上面就是写养颜美容，补充好体力，青春有朝气。对，我有点想喝喝看这一个。好诶、欸、因为它真的蛮特别的。马上来泡。好像网络上有写说可以媲美人参的等级。媲美人参？对。哦，人那个人参茶的那个人参，可以强身健体的。好，来泡泡看这个广告，就很常听到啊。可是我有点忘记是在哪个广告，是地下电台？不是，就是电视一些、哦，反正喝了就是精气神都会有的那种广告。好，我们现在泡了这个刺五加茶，先让它放旁边。你自备热水，没错，因为我觉得去外面有点太麻烦了。来，下一个你想要哪一个？我想要金针花忘忧茶。哦，因为它标榜是无咖啡因的，这个是来自德森农庄。刚刚的刺五加茶是花莲县吉安乡农会出品的，然后现在这个金针花忘忧茶呢是德森农庄在六十担山的一个农庄，它的包装也非常的可爱。对，而且其他是说它精美的，就是它保留了金针花的香气跟营养、嗯，然后因为他说金针花它其实有很多好处，嗯、像它的铁质的含量其实是菠菜的20倍、嗯，然后还有一些维生素 A 啊、B1 跟钙这一类的东西、嗯，然后喝下去其实我觉得也是热热的茶，喝起来就是让人家舒压舒服的。对，因为重点是无咖啡因，你知道现在年纪有了，有点。我觉得闻起来蛮特别的，哦，闻起来甜甜的，一点点，但跟一般茶的感觉不太一样。对，它不太像茶包的味道，我觉得很像谷物。嗯，对，你会闻起来像谷物的味道，闻起来就很好吃哎。啊，对，闻起来其实很好吃的，就是金针排骨的那种金针的那种感觉，或者是那种干香菇的那种香味。对啊，干香菇，对，干香菇的味道超好吃。对，好，我们再把它泡一下。我刚有查到那个刺五加茶，因为其实还是有一些人不太适合、嗯，像是嘴破上火的，或是过度亢奋、哦，或是孕妇啊、哺乳的妈妈、嗯、儿童、肝肾功能不全，或者是有一些过敏的朋友、哦、要注意一下。哦，大家要注意一下。所以如果你想就是喝这些茶的话，對對對，其实喝茶之前都可以稍微确认一下，还是要确认一下。对对对对对，嗯，好，我们再来选，再来选，换你选啊。换我选哦、喔，我觉得我选的很无聊哎、欸，我觉得我会选这个啊，没有，我要选这个土肉桂。土肉桂，我超喜欢肉桂的哎、欸，但是土肉桂跟一般肉桂有什么不一样？我看一下哦、喔，土肉桂茶，土肉桂茶在哪里？啊，它是哦有哎、欸，它这个是杂草丛生农庄出来的，嗯，那它这也是天然是无咖啡因的养生土肉桂茶包，嗯、对。好，我现在把它打开来。因为肉桂我们知道，就是喝了之后你身体是会比较暖的。哦，好好香哦！你会怕肉桂吗？我超爱啊！哦，那这个你闻，你超香，这个真的很香，我超香哦！哇哦！哦哇哦！好好香哦！对，好想吃肉桂卷哦！
啊，然后那要挤上那个柠檬糖霜。对，喜欢。哇，我的热水没了。然后我再去加。好，等一下再去加。那不然，趁它在泡的时候，我们再听一首歌好了。嗯、好啊。对。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大石良昌的《Namala Mengoi Kalu》。其实 Namala Mengoi Namala 是，其实它那个 Namala Mengoi 是北海道语，北海道的方言、嗯，就是一个超级可爱的意思。哦，对，听起来很不可爱。Namala Mengoi 就是一个超级可爱的感觉、哦。对，来听一下大石良昌的这首歌，那我们去泡茶喽。好耶。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把茶泡好了，小滚滚的哦，小滚滚的。好，先来试试看哪一种。我们刚刚第一个泡的是什么？刺五加茶，气块蛮有。刺五加茶，那我把你还那个茶包还要继续泡着吗？我不知道哎、欸。那茶包我就先你倒一点出来好了。好，因为我有点感冒。好，你觉得我这样倒会不会漏出来呢？我觉得不会。我相信你，好 ，You can do it。讲到退呢、欸，我觉得我最近可以晋升为退女王，那个捷运文学观察家。怎么说？观察文学家。来这杯给你，这杯是刺五加茶。我觉得我如果继续再搭捷运，我可能可以出一本书了。哇，你最近又看到什么事？昨天就是太惊奇了，因为我上车的那一站通常会站满，到下一站其实有点难上下车了。然后下一站的时候下了一个人。我想说应该差不多了吧，顶多再上一个人吧。上来了八个，我想说到底怎么挤的，我就已经快要不能动了。哇塞，那个解压缩那个真的好强哦。然后就瞬间有个感想，就觉得如果
你最近有觉得你有什么事情办不到的话，你来搭搭看上下班的捷运，你会觉得你什么都办得到了。再怎么样都还是可以挤出空间来，一定可以的，真的 ，You can do it。我会想去挤挤看东京的那种上班的。我上次有去、欸，我想挤过一次，但我是想在我完全没事的时候去挤。对对，我是在哪里？我有点忘记，北海道还是哪里？北海道有那么多人吗？还是九？哎，没有，那应该是啊，静冈是不是？我忘了。反正就是通勤时间、我真的看到那个戴白手套的人在推大家，是假的，把大家推进去。我好想让被推的那个人，我想看他到底可以推到。我真的下巴快掉下来。对啊，我想之后如果去日本，我想去体验看看。嗯，你可以的。好，我们来先喝这个赤武家茶。它就是有一个淡淡的香味，闻起来好像人参的味道，有一点。因为它那个苦味后劲蛮强，它其实算偏苦的。嗯，但是一开始那个清香也很香，这个喝起来就是一个很健康的味道。对，我也没办法形容这个味道是什么味道，蛮苦味真的蛮重的、哦。但它的苦对苦味蛮重的。如果你真的怕苦味的话，我觉得你可以稍微加个蜂蜜。哎、对对对对对对对，感觉加蜂蜜应该蛮搭的。加蜂蜜其实应该蛮搭的。嗯。我看一下哦，我看一下资料，赤武家茶，哦对，其实它有安神舒眠，嗯，对，试试看，等下喝完看我们等一下会睡着，我们可能要，但喝下去真的很温暖哎、欸，你还有一点吗？先这样，好，我今天要喝好多东西哦，哦对，好，再来这个是金针。那个金针花忘忧茶，来自德森农庄，无咖啡因。好，一二三，哎、欸，不行，我的手机在这。还好啦，这纸杯算好倒的。还好啦，手机而已。还好啦，再买一支就好了。不行啦。哦，哎，闻起来真的很好，很好吃、欸，好香哦，它闻好像汤哦，根本很像泡面呢、欸。哎、欸，真的、欸。对。我们现在可以拿茶包去煮面了。对，我们现在喝的这个是金针，金针花忘忧茶。金针花，金针哈。哎、欸，这就是汤啊！喝起来其实没有闻起来这么重的味道，没有。对，因为金针平常喝金针的汤，其实也都是淡淡的，对，清香。金针排骨汤的话，其实比较多是排骨的味道比较重。嗯、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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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会吃金针花，可是。不太，蛮特别的。一般来说，人家都会觉得很像有点配角的感觉，對，就是配在可能排骨啊还是什么的旁边、嗯。但是它光单喝这样子的金针花的茶，可以完全品尝到它的本人的味道。而且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夏天喝茶很热、嗯、很怎么样的、嗯，但我觉得夏天其实如果你在办公室里面哦，蛮适合蛮适合喝茶的。对。就是喝一喝，让你其实它喝了会让你身子稍微暖起来，但不会到很热、嗯。对，因为现在其实很多的中暑都是阴暑，太就是俗称的冷气病啊，就是那个温差太大，你可能在冷气房很凉爽，但是一出去那个太阳太大还是什么的，嗯、那个温差太大造成你的温差很大，什么血管还是怎样收缩收缩，其实是很不舒服的。哦，这种时候。哎、欸，这个好好喝哦！这还不错，你要不要再一点？我喜欢这个，嗯、看得出来，很像喝汤哎、欸，还不错，还不错，我觉得蛮舒服的。好想要加个肉片啊什么的啊，拿来涮这样子。我觉得这个茶包可以真的可以拿去煮汤。哎、欸，可是其实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很多火锅店都不用茶包来做汤底？我好像有听过有人拿茶包来做汤底的。怎样的茶包？之前说像红茶那种茶，绿茶可能味道比较淡一点点，感觉应该不错啊。用绿茶来做汤底的话、嗯，不知道味道会是怎么样。因为其实都有牛奶锅了，对啊，红茶锅这么奇怪的东西居然都有。Why not？ 因为我不知道牛奶锅到底它的汤底，我没有办法想象牛奶锅它是牛奶加高汤吗？你没有喝过，你没有吃过吗？我没有点过这种东西，很好喝哎、欸，真的假的？咸咸的牛奶。你的表情，这种东西就是我会说服别人点、嗯，然后我去吃他的一口哦。好，下次我们去吃，我点。好，现在哪里还有牛奶锅？很多地方有哎、欸，我而且还蛮多那种火锅店是主打，它就是专门它的牛奶锅很厉害、哦。我记得巨好像有，就是有一只小熊，
你把它弄下去，然后它会散开。那个不算牛奶锅吧、哦？那不是牛奶锅。那熊是什么胶原蛋白之类的？哦，好像是。不一样，不一样。哦、我前阵子吃那个鸡汤大叔，嗯，鸡汤大叔其实它有蛮多不同的，它还有什么威士忌的哦。对，它会给你一小杯威士忌，然后你可以加在汤里面这。这么酷。对，你要 shut 掉或加烧酒鸡，你要 shut 掉或者是你要放进，你要加进去都可以。对。但记得喝完之后也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开车，然后也不要就是。也不要去 KTV， 可能会买下其他的东西。你可能买门啊，会买什么？如果你真的有买什么有，如果你真的有买到一些很特别，在 KTV 一般在菜单上买不到的东西的话呢，欢迎到我们的粉专飞碟有完没完，或者是到 IG 上面的 WOHO31 来跟我们大家分享，来跟我们讲一下，我好想知道那个报价。对，大家可以出，大家可以自己在上面出，我希望有人整理出来啊，真的。然后哪一家 KTV 的什么东西多少钱啊？请大家小心啊，也希望大家。印出来，然后自己去 KTV 的时候，就是跟那种很疯的人，贴在他脸上，真的注意一点，注意哦，对，不要花冤枉钱买这种没用的东西回家，或是要修，对啊，真的很麻烦，太好笑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来喝我们刚刚剩下的土肉桂茶，还有我们刚刚泡的一个柚花香茶，好香哦。对，我们先稍微润一下嘴巴，我们再来喝这两个茶。我是胖小子，待会回来。欢迎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飞碟有完没完？我是胖小子，带来的歌曲来自于中村嘉穗的这首《Sono Ichi No》，哦，《Sono Ichi No》啦。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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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来自于中村嘉穗的 Sono Inochi， 讲对了。欸，我每次在讲这个时候我都会 蕊 过，然后 蕊 过 蕊 过，然后正式要讲出来的时候我一定会讲错。我要多注意。好的。好，我们刚刚其实喝了两种花莲的茶，我们刚刚喝的是刺五加茶跟金针花忘忧茶。不是看着念吗？真是的。然后我们现在要来是这个土肉桂养生土肉桂茶包，这是来自杂草重生农庄，很香，闻起来肉桂味很重，闻起来超级强烈的那种肉桂味。不过预计喝起来也是会有很重的肉桂味，但其实没有，光看它那个泡出来的茶色其实是偏淡的，像刚刚的那个金针花茶，它是整个是浓浓的颜色。对，可是土肉桂茶其实喝起来蛮舒服的，嗯，但不是有太重的肉桂的味道，闻起来很重，可是喝起来还好，而且也没有那种很辣口的味道。哦，对对对，没有辣口，嗯，因为一般你可能吃肉桂或肉桂卷的话，它其实一定要配一个糖霜或者什么，不然你可能会觉得太辣，嗯，但这个喝起来是蛮爽口，是爽口的，嗯，所以其实如果你是怕肉桂的辣味的话，其实不用担心，我觉得这一款你可以试试看，嗯，对，好，再来另一个，哎，你还有杯子吗？这边还有这个，等一下，看起来很好喝的。有欸，其实我每次都会点爱你这首歌，然后我唱完了王少娥的部分，然后如果没有人要唱，我就说可以卡掉了。这么喜欢。我觉得练一些大家可能不太会去唱的歌的时候，我会觉得很赞，很有成就感。像我会很喜欢练就是快乐崇拜潘玮柏的部分，欸，那很难欸，我觉得很好玩，就是你看练起来了，对啊，然后很帅，对，那练起来就很帅这样子。好，我们岔题了，岔题了。因为其实我们这一次呢，在这一次帮忙花莲这些农特产品的时候，你会发现都有非常多的柚子或文旦类的东西。对，其实每年的三四月呢，其实是文旦柚花是盛会有盛开的文旦柚花。嗯，那文旦柚花一旦可能凋谢之后就开始长果子，所以可能中秋节的时候你就会吃到文旦。文旦，对。那现在喝到的是呢。柚花香茶，对，它就是文旦柚花遇上了瑞穗特有的大叶乌龙茶，嗯，然后柔合成甘甜的柚花茶香，哦，蛮香的，闻起来就超级香。我觉得他们很厉害，嗯，这样讲也不知道对不对，就是闻起来很有柚子香，嗯，可是喝起来没有。喝起来还是有那种，我觉得就是淡淡的，对，我们习惯的茶叶的味道。我觉得我们胃口被养大了，我们被那个柚子酱的胃口养大了啊，就是 你可能期待那个柚子冲上来，对，可能会很期待那种大罐韩国柚子酱的那种味道，啊，但其实它就是淡淡的柚花的味道，因为那种一罐的那种其实是糖比较多，嗯，但因为这种就是茶包，它是完全天然的，没有加糖的。对，所以呢，嗯，大家如果你买这种柚子类的茶类的东西，你千万不要觉得它泡起来会跟你的那种柚子酱泡起来的茶是一样的东西，你可能要加很多糖。对，你可能就是要有心理准备。而且那个带皮啦，那个是柚子本人的皮，对，那这个是文旦柚花，对对对，它是很清香的花香跟茶香结合在一起。它是乌龙茶，它配上乌龙茶，我就觉得其实喝起来蛮舒服的，蛮，这个，爽口的，喜欢，甘甜柚香，来自明鹤茶园。对。其实这些资料呢，到时候在飞碟联播网的粉专上面都会有，嗯嗯，那如果你有兴趣想要购买的话，嗯，都可以到飞碟联播网的脸书粉丝专页去查询，嗯，那如果你不太会使用网络的朋友，你可以在平日上班的时间打我们的总机，对，02-2363-6600、啊，6600、嗯，我都会打的，我都会每次我都想说是660还是9955，995是 call in 专线，那个是有开放 call in 的时候才会有人接的，对，有开放 call in 的时候才会，对，大家搞清楚。所以9955是打给专线，那6600是总机啊，是总机。对，你会听到我们那个柜台美少女，柜台美少女的声音。对，柜蝶飞碟柜台美少女，你这样的简写不行哦。好了，除了我们泡的这些之外，其实还有像是来自声响名茶的蜜香红茶，对，还有这个是五鹤的公主禅香茶，哦，这个都非常的精美，对，其实都蛮好喝，但因为其实今天不太适合太多茶，嗯，所以红茶的部分呢，就等着大家来细细品尝。是的，对，其实没事喝点茶，就是几个茶包，尤其是不同口味的茶包，我觉得，
你在公司里面或者是在家里要拿出来，有客人来的话，其实来泡一下。像我其实在自己在位置上面，我有囤积非常多不同的茶包，不管是绿茶、红茶、乌龙茶、柚香的这些，我觉得就有时候来宾来，他可能会跟你说不喝咖啡，说哎、欸、那要茶吗？然后我就可以拿出来给他选，就是哇超成就感的，真的超多茶的，选择很多。对，所以像是这些茶，我一定都会搜刮，就是都会放在我那边。好好好，对，放你那，好，放我那边，喝起来很舒服。对，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去花莲玩。那也前一阵子呢，也才有同事他骑着摩托车环岛，哦，三天就环完了，小明。哦，真的、啊，他去环岛、哦，他环三天，太疯了吧？他因为那一天上个礼拜五啊，我们就在这间录音室，我们就在聊天。对啊，他就说哦，他接下来下礼拜一要请假，说你要去哪里玩？说他去环岛。我说你要环几天？你环三天？你怎么环？第一天就冲到垦丁，冲到屏东去。对，想说这样太累了吧？我就第一天到花莲，累死我，开车都没有办法开那么远、欸。我就连四天我都觉得我快不行了。对啊，三天呢、欸，你这样子真的是都在骑车啊？对啊，三天真的都在骑车，真是很厉害，好强哦。对，不过代表就是通往花莲那种大条的路，其实都已经修复的差不多了。嗯，对，那可以去玩玩看。然后像我很怀念的公正包子哦，好想念 哦、啊。我们这次开箱有开一个那个七星潭柴鱼博物馆的礼盒、啊，对，柴鱼博物馆。我每次去花莲一定要去那里、啊，为什么？因为那个里面那个柴鱼汤包是我一定要捕获的。真的哦，我超喜欢那个汤。哎、欸，它是什么样的？它是其实就是冲泡式的汤包吗？冲泡式的汤包，哎、欸，它就是粉倒出来是粉、然后你泡开之后，它会有大片的那个昆布。哦，昆布哦，对对对，是吃得到东西、欸，好方便哦。嗯，这种的话，其实假如说你是小资族住外面的话、你有这个茶包，汤包，然后你可能再拌一点味噌下去，就变味噌汤了。哦，对啊，柴鱼味噌汤。对啊、欸，好棒哦，因为我很喜欢吃咸的麦片。哦，可能不多人这样吃，但是它其实那个汤包，它加一点麦片就是一餐嘞、欸，好好吃哎、欸，没有办法想象，我没有办法想象咸麦片这一回事。我蛮喜欢的，是假的，咸麦片是一样配，你就把它当成燕麦粥粥品吧。哦，这样的确蛮适合的。我觉得汤包很方便啊，就一人分一次泡一包这样。那柴鱼博物馆，你说你有去过那边？对啊，里面还有什么东西啊？他就是会跟你介绍，就是柴鱼。我们吃到那种柴鱼片，它到底是怎么做成的？就是那个功法之类的。有现场削给你看吗？好像有哎、欸，我记得现场是有师傅在那边制作的、哦，然后就是透明的玻璃，你可以看到他们制作。我一直以为这种东西只有到日本的职人店才看得到、啊。嗯，台湾就有咯。你说这个叫在七星潭的柴鱼博物馆哦，好酷哦、嗯！其实我也是经过这一次飞碟的活动，我才知道原来有柴鱼博物馆这种东西。嗯，我想说这什么东西在介绍柴鱼吗？我很喜欢那里，而且里面很漂亮。好酷好酷，大家可以到我们的粉专上面去看看。没错。那既然讲到吃的话呢，刚刚讲到好吃的，嗯、接下来大家带给大家一些崩溃的东西。其实话锋一转，你是米宫饭吧？对，我才是米宫饭本人。我们刚刚讲到，就是喝那些柴鱼汤很舒服嘛、就是冬天的时候喝一点热热的汤、热热茶、很舒服。那如果你是日本人，或是你喜欢日本文化的话，你当然一定会喜欢去吃关东煮，或是Oden啊这一类型的。里面像可能有水煮蛋啊、鳕鱼豆腐啊、章鱼脚啊，你一定会夹的是什么？甜不辣，我一定都会夹萝卜。我也是。但我夹萝卜是为了想要测试这家店好不好吃。怎么说？如果他萝卜卤得很透的话，我就觉得这家店超赞。可以。可是如果他萝卜卤不透的话，我就觉得这家店不行。真的哎。对。然后我还会点的是油豆腐。哦。对，我会点油豆腐，然后我一定会点烫青菜。烫青菜。对，就是虽然不是很日式、很正统的那种关东煮店。什么意思？就是可能会有高丽菜啊，或者是哦，它也是关东煮店，我很推。有一家叫筑吉。就是你说的，对，就是在那个忠孝复兴附近的，嗯、对，这家很好吃。然后呢，我之前也有吃到一家叫店泉，嗯，店是一个人在一个田的那个店，嗯，对，然后泉是权力的泉，店泉、它就真的是很日式的那一种，嗯，它其实是吧台的位置，大概只有七八个位置而已吧，嗯，然后它就是有卖关东，它七点才开。我们那个时候就在外面等等他，就是把它打开这样子，哦、一个人然后进去就开始煮這樣子。在哪里啊？
这个的话，我记得在延吉街上面，在忠孝敦化附近。哦，对，在忠孝敦化，蛮近的。对，嗯、我这家也蛮好吃，它很日式。嗯，然后它自己也有一些烤物，或者是有饭，或者是什么的。哦，对，是可以吃饱的。对，它价位比较高一点点。嗯，那就是这些让大家去选择这样子。我还推荐是六星，六星在中和还是永和？马上是在中和的永和路还是永和的中和路呢？我不知道，我忘记了，好久没去。六星就是一二三四五六的六，然后爱心的心哦，爱心的心。对，我刚打，我刚打星星的星、哦，然后就出现了六星好评吗？六星级，六星级主体养生会馆，六星旅馆，六星旅馆，六星便当。爱心的心，爱心的心，六星。他也是有卖关东煮，然后还有甚至还有火锅。六星主体养生馆，为什么大家喜欢取这种名字、啊？烦呢、欸。六星关东煮在中和，中和吼。我记得它好像环球还是哪里、哦、里面也有，它也有些炸物哎、欸。对对对对对。然后因为它的火锅呢，菜盘都是非常有一些很少见的蔬菜，他们可能都是一些跟小农合作的蔬菜。它有莲藕哎、欸，嗯，很少看到有莲藕，它有一些串烤类的东西。嗯嗯嗯，它的溏心蛋看起来也很厉害。对。它蛮好吃的、哦，它有麻辣鸭血，对对对对对，鸭血豆腐，然后他们好像炸牛棒什么的，也都是自己做的。它有烤嫩豆皮耶，诶，这个我没有点过哎，因为它有点像居酒屋的感觉，但是它卖的就是有关东煮，有火锅，然后有你说炸物啊，甚至还有一些酒吧，嗯，就是一些清酒、温清酒之类的。那你还会点什么？如果是你的话，你说关东关东煮那个高丽菜卷啊。我通常不一定会点，如果我有看到，我应该会加，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好吃跟不好吃差很多，所以也是跟萝卜一样、啊，有一点像。对啊，对我来说，哦、我会点猪血糕，哦，就是很台式的关东煮会点猪、哦，就我一点猪血糕，我也喜欢。然后我会点芋头贡丸，哈，很特别，对不对？哈，其实我觉得芋头贡丸，我近。年纪越来越大，我觉得芋头贡丸其实很好吃。我可能不太吃咸的芋头，可是我很喜欢吃芋头贡丸这类的东西，还有鱼饺跟心心肠。啊、哦，我最爱心心肠，就是会近点一些。你可能在吃火锅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啊，这些东西好不营养，这些东西加工食品。我在吃火锅的时候我不会加，可是很奇怪，我在吃关东煮或卤味的时候，我就会点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我就是要吃关东煮，对，吃关东煮就是要吃、這個，我就是要吃这些东西，真是奇怪的人类。然后一样，我就是会点嫩豆包。哦，我会喜欢那个娃娃菜啊，娃娃菜也很棒。对啊，娃娃菜吸饱那个汤汁，甜啊！所以如果你去柴鱼博物馆买那个汤包，然后丢娃娃菜下去煮，哦、你的娃娃菜就会吸满那个柴鱼汤汁的味道，可以耶，好棒，好棒、哦。好，我们要回来，我们要回来讲这个会让人家崩溃了。可怕的关东煮，它到底是加了什么料呢？这个我真的不敢想，我刚刚一看到我就哈。对，日本人，你猜把什么东西加进去？他加了可颂在里面，不敢相信。他加了可颂，他说法国人看到可能会疯掉吧。法国人应该真的很讨厌亚洲人。对，可是呢，有些人说吃起来其实应该很好吃。很多人说他可能会像吃起来会像是吸满高汤的面糊一样。哦，想象中应该就是那个面粉。吸的汤汁，对，有可能就像油条，像我们吃对油条或者是什么豆轮之类的吗、哦、有一点像。但是呢，如果你把这个东西，而且他说如果再加上香松可颂本身的香气跟奶油的话，嗯，诶，那会不会其实是一个不错的感觉呢？我不予置评，不确定，不确定。这个东西呢，目前是在秋叶原的一个就是关东煮店有出现过，就是日本人继拉面之后，连关东煮也不放过、啊。对对，这的确是，是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就拉面你也要加冰淇淋，也要加蒸奶，也要加蜂蜜蛋糕，什么东西都想把它加下去。我觉得，对，大家可以再想想看，并不是什么东西都适合把它加进去。虽然可能，我觉得卖相看起来其实没有很好，就是一坨。卖相看起来真的不好哎、欸，但是或许可能真的很好吃吧。它其实虽然还是保有可颂那个样子，哦，对对对对对。它
会不会是因为前阵子扁可颂太流行了，他们关东煮店也想要拿可颂来做点文章？扁可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其实我不太懂，就是把可颂压扁吗？压扁啊，高温压扁。哦，是高温压扁，那种可能像热压吐司的那种机器吧，哦，把它压的扁扁扁的。所以不是一般你拿着可颂把它压扁，不是，或者是你放到小学生的书包里面的压扁的那种感觉，还是有经过加热的。哦，所以哦，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大概懂，它会变得比较像是像饼酥脆的饼干的感觉，会脆脆。可是你又吃得到那个可颂一层一层的口感啊，哦，原来大概是这个原理了。原来是这样，那我大概懂，对对对，我大概懂那个扁可颂的概念了。嗯，可是我就是不懂可颂关东煮这种概念。如果有朋友有吃过的话，有听众朋友吃过的话，欢迎到我们的 FB，飞碟有完没完下面来跟我们分享，或者是你可以上IG 搜寻窝吼三一，是的，到他的那边去跟他说有多好吃，或者是有多猎奇，欢迎跟我们聊天。上礼拜我们不是还讲了那个库洛魔法使的披萨吗？哦，对。然后因为他就是来自必胜客嘛，对。他前阵子不是还有那个超阿贵披萨，对。甚至还有那个晋级的巨人，你有吃过必胜客那个了吗？都还没。我们下次有机会，我们来买买看。好啊，因为他还出了一个小可包，啊，可鲁包，感觉很可爱，感觉很可爱。然后其实这一切都是来自一个幕后工程，就是他必胜客的一个品牌行销总监。嗯，他就是不断的总经理，他是来自香港，然后就因为以往可能都是很依赖电视广告啊，他那个披萨热乎乎多好吃多好吃，但是现在其实要靠社群平台，所以他想要打造一些话题性，所以珍珠啊、臭豆腐啊、猪血糕的这些披萨都是他的创意哦，就是推广上，就是对于大家说，哇，这怎么那么奇怪，你就慢慢被流出去，越奇怪就越想试试看，对，真的是蛮特别，他就说他会继续玩下去，我们就再来试试看了。好了，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来自于 Mr. Children 的 Kurumi， 听完这首歌之后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回来飞碟有完没完，我是胖小子，我是窝吼。
欢迎广告之后继续回来飞碟有完没完，我是胖小子。不知不觉我们又聊得太雅了最后来听这首歌，来自于美秀姐、美秀姐最近也推出了自己的作 品，好开心哦。这首歌呢叫做来春，是台语的来春。对，这首歌非常抒情，那在最后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我是胖小子，我下个礼拜请继续锁定飞碟有完没完，下周见，拜拜拜拜。是阮每日思念的身影，青春少年味，为阮拼到了，毋捌将伊家己藏在心肝头，大细孤条条，惊咱爬行惊咱枵，操烦甲艰苦藏在。四个含笑长清香，不时插在伊的乌头簪。春天一来袂畏寒，来春一个温暖的名。妈妈。